两个小宝贝儿啊，你干什么？你要敢动我妹妹一根手指头，我们俩就咬声自尽。就算你俩死了，我都不能放过你们。想死，那我就现在成全你们。不能！只要你放过我妹妹，我什么条件都答应。什么条件都答应？就在里面，两面爆哨，悄悄接近人质，确保人质生命安全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们嫂子和翠芬不在里面。这会不会……他刚才那位置可以轻松干掉我们两个。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茶菜在帮我们。啊？蝎子和茶菜，他们在帮我们。让我杀人！杀掉我！这都是细节，眼睛睁开，眼睛不能闭啊！这都救援都没有，大量毒水，压制住！有新的情况，雇佣兵出现了，他们好像在帮我们。完毕。你再重复一遍。完毕。蝎子在帮我们。完毕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他们在射击海盗，主要是机枪手和灵活，他们在帮我们防御。完毕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完毕。他们在后面的山上，要狙击你们轻而易举。他们在帮你们做正面防御。也帮我们狙击小组清除危险。五号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和他们遥遥相对，可以抓到他们，请您指示。完毕。你确认他们的位置，你先限制他们。如果他们确实在帮我们，你先不要开火，监控他们，等他战斗坚持再说。收到，完毕。给我联系联合左路，现在我们只剩下15个人。援兵在哪里？我现在就要援兵。参谋长，我们跟他们已经失去联系了。我们只有坚持到底了。坚持弹药，等待援兵。尽快撤离，消失出他们的视线。
他们回话了。都说了些什么？他们会从海盗背后发起攻击，叫我们正面顶住，节省弹药。好，我知道。参谋长，蝎子可惜吗？如果他不出手呢？不管他们出手不出手，最后还得靠我们自己。打！